这个五斤芹菜的那个事情，老实说不该我来说。我上次说过一个视频，结果的话没多少人看就删掉了那视频，对吧？这个由吴锡进来谈比较合适，对吧？我这人微言轻的，这五斤芹菜的事情的话，对吧，我来谈不合适，对吧？这事情的话，老实说我观点的话跟五七星差不多。你罚66000的话，对吧，人家一个体工商户卖菜的，对吧，五斤芹菜他收进20块钱，你说罚他66000，他一年都不一定赚得66000啊，对吧，这肯定不对呀。但这两天的话你看网上有很多自媒体主啊这样在说，就说啊这个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啊非常的重要啊，就是说罚款的话就得罚50000以上啊，66000怎么样，是吧？这个对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，对吧？这个管理部门的话应该管理好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食品啊，啊要保证它交到这个老百姓手里啊是那个安全的，是吧？啊这个很重要。当然你这个你说这个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很重要，你就罚这个卖菜的大姐，你罚他66000，这个好像也说不过去，对吧？这个东西的话，他毕竟是一个卖菜的大姐，他挣不了几个钱。这五斤芹菜卖出去，他收进20块人民币，你说罚他66000是吧？这个卖芹菜的大姐是丢了发票。拿不出证据来，就说的话，这个说他那个菜啊，就是农药残留超标怎么样？就食品安全的话非常重要。这个五斤芹菜已经卖出去了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说他这个农药残留就一定超标，对吧？只是，这个卖菜的大姐她拿不出这个进货的那个发票还是什么拿不出来，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咱们得就是咱们中国人来说的话，假如这五斤芹菜卖出去农药残留超标把人吃坏了，你让他赔钱，这个老板的话也无话可说，是吧？你这个不是没出事情吗？你说你卖出去那五斤芹菜是吧？没有那个发票，没有什么收据是吧？你这个可能农药残留超标了，或者说是农药残留超标了是吧？我得罚你66000，你这个好像总说不过去，这感觉。你总不能把食品安全的责任啊全部让一个卖菜的大姐来负责，对吧？因为他只是个小工商个体户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是大卖场一个大的超市里面啊，这个食品安全，对吧，这个你这个有问题是吧，你拿不出那个收据或者拿不出发票来，罚他66000。这个大的卖场老板的话他有这个承受力，对吧？你说一卖菜大姐一个体户是吧，你罚他66000，他一年都挣不了这点钱，对吧？这个当然是罚得太重了，这明摆着的嘛，对吧？你不能说这老百姓食品安全重要就应该罚66000，这个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当然非常重要，对吧？
这个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话，严格管理也是对的，但是你这个罚款当然得考虑啊，你这个罚款对象的承受力，他一年都不一定赚得了6万6，你去罚他6万6，这个五斤芹菜这个事情的话，对吧？你这个怎么都说不出道理来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我还是吴锡进的那观点，这不对。国务院督察组都指出来这不对了，居然还有人在那里说就应该罚6万6，我就想啊，这个司马南虽然不说话十几天了，是吧？这个网络上面还有司马北、司马东、司马西，是吧？这些年的话，的确这些网络风气啊，比司马南带坏了啊，因为他这个瞎话张口就来，这个把这个风气带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这个前段时间禁言司马南7天，这太对了啊！这个说话，这个说话啊，瞎话张口就来，是吧？这个逻辑呢，乱七八糟的逻辑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这个，他说中国的这个老百姓食品安全非常重要，就应该罚他6万6。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当然非常重要，这个也不等于 你就可以罚一个卖菜的个体户，你就罚他6万6，对吧？这个没有那个因果关系，起码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，是吧？你这个你不能这么说话，说话还是要有比较好的逻辑，比较强的逻辑，是吧？啊，你这个你不能说这个中老百姓食品安全非常重要，罚他6万6不多，你这个没道理。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当然非常重要，但你罚一个个体户6万6，这个还是没有道理啊，对吧？咱们必须实话实说，说话得讲理讲逻辑，不能胡说八道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的话，这事情，这五斤芹菜事情的话，有网友非要我说我不能说，我上次说了，我没多少人看，就视频就被删掉了，对吧？这网友非要我说，我就这么说，我的意见就跟吴锡进的意见一样啊，就这么个意见，对吧？罚6万6那肯定不对啊，这国务院督察组都指出来了，是吧？居然还有人说对，那这不胡说八道吗？